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本期看点：快乐家族为你打开马栏山男子图鉴，花样大哥哥组合维嘉、周亮、朱桢、郭京飞，人气小哥哥代表海涛、翟天临、彭昱畅、胡一天。你觉得有谁是没有资格在小哥哥那个组？翟天临。郭京飞老师叫叔叔的，见面就送礼，他们的礼物能否获得你的欢心？我的礼物要送给吴昕姐。不是说好了我们都竞争娜娜的吗？胡一天记错流程了。送给吴昕的礼物要转送给娜娜，收礼的人我都替他尴尬呢。这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就适合你这么大岁数。王老师，我都快气吐了。他会帮助你明确的走向幸福。我这个就可以让欣姐非常的幸福。我在你们眼里是一个特别不幸福的人，是吧？不是，太好玩了，我愿意花50块钱看吴昕试一下。加来一下，我也要众筹吴昕打球啊！他们最懂你，男女问答有100种打开方式。开枪！谢娜，我恋人不停地给她道歉。谢娜的内心其实是想要什么？我觉得对方应该是，我错。很有天赋，转账发红包，很想改答案是不是？最懂娜娜的人快来，娜娜最需要对方的是一个。恭喜你陪她出去。奥运冠军何文娜来助剑，花样少年大展男友力。哇，太酷了！脸没有变形，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急刹车。我喜欢他，全世界都是我的那种自信的微笑。这个游戏他就是胜利者。我不会再在这个环节搞笑，这个时候展示我最强的男性荷尔蒙。哪款花样男子更能深得你心？花样男子等你品鉴。欢迎各位来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少了两员大将，嘉哥跟海涛。空气好清新。今天我们要打开一本《马栏山男子图鉴》。哎呀！翻开第一篇就是我嘉哥，第二篇就是海涛，全书完。好，我们今天请来了8位哥哥们，分成大哥哥组和小哥组，欢迎他们。首先呢，来请8位给大家打招呼。第一位呢，当然是资历最深，然后大家最喜爱的维嘉。作为本团最年长的团长，我觉得带领这3位，这没人了。我不能离开维嘉，因为我跟他是同月同日生，怎么能离开呢？你也是11月4号。对啊，我11月4号的。我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跟嘉爷同天生日的朱桢，大家好。下面是我们又一次踏上快乐大本营的我们的郭京飞。我是胡一天的粉丝，我叫郭京飞。哎，郭
郭京飞真的超好笑的，看完场你在旁边站着，然后胡一天出来下面在叫，他说怎么着，都是胡一天的人吗？接下来是亮哥。Hello。其实这次我就是特别开心，我觉得回到快乐大本营是就跟回家一样，没错。对，我们亮哥是越来越帅了，你是觉得是？你觉不觉得亮哥其实就算管他叫大哥哥，但是你在你心目当中年龄在他那不是问题。那么小哥哥那组，你觉得有谁是没有资格在小哥哥那组的？翟天临。原本以为 Q 不到他，娜姐不能这样。我觉得在说选择题的时候，我都已经僵在这儿了。我们两个是同岁，是吗？你跟海涛是同岁，我们都87年了。你跟海涛同岁啊？我平时都叫郭京飞老师叫叔叔的。You what？ 叔叔啊。好，下面是你的胡一天。哎，胡一天来了这么多次了，人气还这么旺。真的是大本营的观众朋友比较热情，然后也非常开心。不，你让海涛试一下。你说大本营的观众比较热情，海涛加油！亲爱的朋友，舅舅来了，大家好，我是海涛。只能说大部分的观众还是很热情。下面是我们，其实他真是小哥哥，他的这个颜值非常高，然后演技也非常好。对，我们欢迎彭昱畅。等了半天了。哎，天林刚才腰是真闪了一下。哎呀，没事啊。不要了，当然是我们的天林了，掌声欢迎翟天林。下一位。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向往的生活被观众喜爱，而且他的电影在8月17号，对，快把我哥带走，大家都看过这个漫画书演，然后是我们鹏鹏的新的电影作品，大家多多支持他和张子枫。谢谢。今天呢，我们大哥哥队跟小哥哥队呢有一个应对应的比拼。那么获胜的那一队呢，我们会以他们的名义为湖南省新化县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送去生活必需品。进入到我们第一个的比拼。首先第一个环节叫做见面礼，美轮美奂各派一人参加，参赛者要选定娜娜或吴昕中的一位送出见面礼，参赛者通过关键词对自己的礼物进行描述，女生则根据描述选择自己更喜欢的礼物，四轮结束后被女生选择更多的队伍获得胜利。哎，觉得自己的东西真的很棒，真的值得推荐给女孩子，真的会让女孩子感觉到幸福的请举手。那个何老师啊，那个彩豆上那个不文明，我先把它淘汰了。啊，我还没比呢。我们第一轮就请维嘉和胡一天两位，直接来跟胡一天比。知道我为什么要踩在凳子上面了吧？两位首先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们要送的礼物，同时告诉我们你们要送给谁。我的礼物要送给亲爱的娜娜，因为她是新晋辣妈，所以我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新晋辣妈娜娜。好，没有营养的招来。来，一天，你的礼物。我的礼物要送给吴昕姐。好，你们现在要统一一下你们的礼物要送给谁，因为你们只能送给同一个人。不是说好了我们都竞争娜娜的吗？你怎么又跑？记错流程了。跑错赛道了。先形容一下你这个礼物的关键词。我礼物的关键词就是送对了人。马上改了，刚才还是什么辣妈什么的。好，那个胡一天，你这个礼物的关键词是
送错了人。虽然有这么尴尬的这么前面的一幕，但是我觉得谁都抵挡不了他的诱惑。哇，我这个礼物是送给我的吗？我这个礼物非常非常的甜蜜。截住了。没有，就是甜蜜是吗？他们你比的心扔了。我刚才比过来，你这样撕掉了。那再比一个。来，慧天这边请来。娜姐再比一个，再比一个。只有一颗没有了，来来来这边。哎，娜娜，你要不比，我可让吴昕比了。来，娜姐快来。好，哎哎，交了。好，我们先来看看维嘉准备的礼物，这是代表大哥哥组的首战。好可爱呀，这个这是一组会发出音符的可爱的玩具小猫猫。啊，听一下。听得到，我听得到。有我在两元店里看到过。回天回天，你平常逛两元店买啥呀？回天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两元店买啥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好好好好，消息。我为你准备了一首歌曲，送给跳跳跟翘翘。哦，开打亲情牌了。OK， 来了啊！你可以请胡一天帮你举吗？两元店的老板。给个好评。对，给你。你这样。不是胡一天，他说的是举话筒，不是举猫。一起来。关键哦，它单个还可以单成为一个就是哄孩子的一个神器。什么呢？怎么呢？单独怎么？因为他只要把这个模式往这边搬一下，他就单独会放出很多小朋友喜欢听的歌。哦。好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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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胡一天的两元店开张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是觉得的，就是他这个礼物还是不错的，因为小宝宝这个年龄呢，就不能听太大的声音，是不是？所以小声一点。所以他这个唯一的优点就是声音很小。好，来看胡一天准备的礼物，甜蜜，谁都抵挡不了的诱惑。哦，我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呢是一个棉花糖制作机，而且它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像我这样脑子不太好的人啊，也可以熟练的使用它。哎，电源键，电源在这儿呢。你先选吧，这两个礼物你要选哪个？为什么？这还有什么好选的吗？人家嘉哥这边弹出了一个自己弹出的那个曲子，多么感人！当然选胡一天。祝贺胡一天！谢
谢谢娜姐，谢谢嘉哥。接下来我们有请张亮和鹏鹏。我们首先请问一下张亮，你这个礼物是要送给谁的呢？我这个非常用心的礼物是要送给欣欣的。谢谢。鹏鹏你呢？那我是该送给按照流程来的话是送给欣姐的。 对，你这样就好像别只有胡一天一个人不记得流程。好，每个人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亮哥你的礼物是？我这份用心的礼物，它会帮助你明确地走向幸福。鹏鹏，人家能让欣欣找到幸福的方向，你呢？我这个就可以让欣姐非常的幸福，这个礼物。哦，他那个只是方向，然后你那个是目的地。我在你们眼里是一个特别不幸福的人，是吧？我觉得不是他们觉得你不幸福，是你真的不幸福。你很烦啊！啊，你幸福吗？我幸福。好，那你先想看幸福的方向，还是幸福本人？不用再说一轮了吗？好，再说一轮。你有了他，会让你此生不再纠结。欣欣，你不但不幸福，你还纠结。纠结，对。好。鹏鹏你说他有三个东西，但是是不一样的，就不像，对，不像刚刚那个家爷的是那个 就七个一样的。怎么还开始评价家爷？真是没想到上一组的还要被还在被你们踩。那现在你想先看哪个？我先看这，先看好的亮哥的。亮哥的来。什么东西啊？就是我觉得人生各种问题，然后包括你买东西啊，哎，这个男朋友适不适合你啊，然后我幸不幸福啊，哎，全部都可以算出来。你都要靠这个才知道自己的人生。我上次有弄过一个类似的东西，我对这东西特别有阴影，因为那个就是说你差不多在几岁能结婚，完就这样走，最后走到了39。有可能是不准，那可能不准。哦，也许是反，也许是反。哦，九十三。我们来猜一下，到底吴昕会不会选张亮的礼物呢？哇，这就是命运。再来一次，这个有意思，我觉得有意思。好，来看看鹏鹏的礼物。减压，然后可以锻炼身体。Cool。 我知道了，开始转呢，那个彭昱畅在干什么？你设想一下，孤独的欣姐自己在家刚给自己选完命运，接下来就跟自己玩球。哎，重要的是这个不是、这个、球特别好。哎呀，你的头。鹏鹏，你的发片拿掉了，让我来帮你。你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啊？还找不得回来吗？鹏鹏，你绝对隐瞒了你的年龄。鹏鹏是这样的，我帮大家说一下，鹏鹏是因为之前拍古装，对，贴头套要把这两边的这个叫开鬓角，就是把这里啊那个挖。是你们问胡一天，他肯定也剃掉了这儿。剃了。说实话，我愿意花50块钱看吴昕试一下。来一下。我也要。你多少？我花100。我花100。众筹吴昕打球啊，来。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稍后看点，幸福礼物大派送，谁能赢得他们的心？我的关键词是我爱懒女人。骂谁呢？什么意思呀？你骂一个我
人又懒又不幸福，纠结。我想你们送礼都是送那么小的东西吗？这个东西还用四个字叫千秋万代。我觉得朱桢是个骗子，朱桢为了要赢你疯了。来，各位啊，我天哪！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童哥，世界杯门票半价钱。我知道了，我都全家买好了。童哥，半价机票终于抢到了。哎，你说咱们哥们好不容易去看场球，一直半价，不是没钱吗？教你招，工资就存王力宝。王力宝三 A 信用评级，银行资金存管，投资王力宝躺着也赚钱。王力宝，王力宝，投资就用王力宝。喂，我要升舱。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中筹无心打球啊，来。那不是，你们先把钱交一下吗？欣姐，你是盲打呀。来来来，打，动起来。好不幸福的样子。来来来，欣姐，欣姐打完了，来来掌握一下自己的命运。说你这话，我超喜欢这个。我知道，看到娜姐在后面，娜娜在后面看着吴昕是眼睛都放着光，觉得这也太好玩了。送你，送你。往前打。哎哎，掌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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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娜娜，我已经脑补了你坐月子的。好，来来来来来，选一下，选一下。哎呀，我能选假发片吗？这两个真的都太不适合我了。我就见那个亮哥，那个我回家反正好歹能挂墙上当个装饰，好看的。对，我觉得那个放墙上应该还不错。是，嗯，那我选亮哥这个。好，恭喜张亮。嗯，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是我们小哥哥队的翟天临和大哥哥队的朱桢。天临，你的礼物是给谁的？我这个是送给娜姐的。我也是送给娜娜的。好，我想你们送礼都是送那么小的东西吗？因为我送礼是送的会比较高一点。天哪！所以，因为我觉得用贵形容不了，我感觉应该用四个字叫千秋万代。哇，我觉得我已经完胜了，娜姐。你是啥？我这个可以花很多的时间陪伴你，它可以打发很多你觉得无聊的时间。哦，哦，是一只新款手机吗？那就趁着这个间歇，我先说两句啊。还有关键的信息。对方的气口就进来，找到气口就得接话嘛。哎，因为我这个呢相当于是什么呢，所有我们人的生命生活都可以融入在这个盒子里面。什么样的盒子能够装住？那就是房子。送我一套房，你赢了。装在这个里面的肯定装不了真实的房子，但是什么能够代表房子？就在这个里面，房契。这个房子大到什么程度？它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还有时差，大到这样。然后各种不同的装修风格都在这个里面，欧式的、美式的、英式的、中式的，各种各样都在这里面。我觉得朱桢是个骗子，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绝对两元买不到。朱桢哥，我想问一下你，你会不会因为为了要赢你疯了？我这个非常的贴合大自然，有爱心，可以满足每一个少女心里的占有欲和梦想。占有欲，少女是想占有欲什么呢？少女们都想占有胡一天。也有很多少女想要占有海涛啊。这样吧，你先说，想选先看哪个嘛。
那我们就先看便宜的吧，那个翟天临的嘛。便宜的。翟天临，请亮出你为娜娜准备的见面礼。哈，这你抓娃娃抓上来的吧？你们如果仅仅认为这是一个小狗，那你们就太幼稚了。它这里面的名堂大了，这仅仅是我要送你的这个东西的一个吉祥物。我要送你的是什么呢？是一款能够消除的手游。哇哦！啊！如果你仅仅认为这是一款能够消除的手游，你们还是太幼稚了。我们在你心中是有多幼稚？它还是一款可以建造属于自己的花园的可以消除的手游。哦，它的叫什么名字呢？先让我说完。这一轮的两个人都是疯子。它还可以在里面养狗。哦，对对对，我刚才在化妆间好像看到海涛在玩这个，是吧？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梦幻花园吧？对的，它的名字就叫梦幻花园。是吗？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在座的女孩子是不是有喜欢玩的呢？对不对？哎，你怎么觉得我适合这款游戏呢？因为你很富有审美，而且你很有创造性，你需要浪漫。哦。我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搭配的，然后自己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自己的世界。对，就没事可以养个小狗啊什么的，什么喷泉呐、啊，什么草坪啊，会有幸福感啊。就自己可以在里面选择的，那挺有意思的。那我回头可以试一下，我下载完了我也来玩一玩。谁还没玩过梦幻花园呢？对不对？养管家，养狗子，然后玩消除，这整个对不对？年轻人都在玩，小哥哥们最喜欢啊！看对方的气口就进去了。接下来说，哎，走我的那个了啊！来，各位啊，娜娜，娜娜，千秋万代，千秋万代，欧式的、美式的、英式的、中式的，请看，这就是你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企鹅。冰叔，注意他的名字，注意他的名字，哪里才是我的家？有情感、有温度的地方，我们才称为家。这个企鹅冰叔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有着环保意义、千秋万代的一本书籍，请看，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对了，它就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一旦当它在冰箱里面-15度的温度当中放上3个小时，它其实就会有所有的画面和文字的出现。啊，来看一下，这是在冰箱里拿出来，现在还冰冰的。真的吗？就是冰箱冰了是这样子的。对。哇。冰之前是这样的，冰之后就是五彩斑斓的。娜姐，永远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在冰箱里看书。这样的，我知道这个书，你把手放到那个图上面，对，那个冰川就会消失。意思就是你要小心，就是我们不要随便去破坏环境。对，何老师说的对。哇，对，你看，就是跟宝宝讲故事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你太地球变暖或者什么什么就可以这样。对，全球变暖的话，其实未来我们的共同的家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做千秋万代的环保大事业，对不对？娜娜，请选择。那我就选择那个天灵。祝贺翟天灵，也谢谢朱珍。然后那个朱珍呢，他私底下再把他那个书送给我，我再送一箱过来。是走私下。好，明白了。好，接下来我们最后一组，我们有请我们的郭京飞和海涛。两位的礼物要送给谁呢？我送给谢娜。哎，不是，我送给吴昕，对不起。我这个礼物是给吴昕准备的，哦，真的是给吴昕准备的，是走心的吗？走心的，走心的。你这些年来伤害吴昕还不够吗？所以可能用这次的方式可能会缓解一些，缓解一些。上次他们两个
就是拍完那个后来的他们都跟这个大家都很称赞哦，但是那个就是娜娜又被骂，说你看何老师监制这个片子多棒，娜娜你监制的那个我们 F 四你们都没有拍出他们的精彩，你怎么做的？对呀、啊，我就忍了，我又吞下去了。我才不会澄清，那个是我们导演拍的，就是我监制的，就是我监制的。这么多年我背锅背的还少吗？哎呀呀呀！对，那个前几天那个康辉老师不是帮你说那个金英杰的事，你别说，你上之前没说，现在就不要说。对，不回应。背锅是我的强项，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来吧，形容一下这个礼物吧。我的这个关键词是，世上没有懒女人。嗯，说我吗？是说我吗？骂谁呢？世上没有丑女人吧，应该是。世上没有。哦，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啊，世上没有。女人们，你们还犹豫什么？站起来啊！好，这一波弹幕我消化了，好吧？我不要他的，我要郭老师的。好，这是第一个还没有形容完，关键词就已经被淘汰的，不要了，不要了。好，郭老师，郭老师。好，我的关键词是郭老师，庆祝你的胜利，谢谢。来来，郭京飞说关键词。我的关键词是我爱懒女人。中，哎，中了。中啥还不信？说我干啥？一到我这儿又懒又不幸福又纠结。懒女人是幸福的。这个了解我的朋友啊，众所周知，《本草纲目》是我的枕，《本草纲目》是我的枕边书。在我们这种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个中医里边的理论是男吃女睡。哦，我们欣欣是一天都可以睡。对，我是昏迷，不是那个。对，所以我说我爱懒女人，我帮懒女人，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这里面的每一样东西就适合你这么大岁数的。他多大岁数？该保养。我先看郭老师的。好，先看郭老师的。是不是？好，来郭京飞的礼物展示时间。什么东西？其实这个是一个懒人神器，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床上做。我家都有啊。它是一个干嘛的呢？你看，你看手机，可以吃瓜子，敷面膜。哇！哎，做所有的事情。敷面膜怎么弄啊？面膜敷完以后，你面膜就杵进去就可以了。那你直接说垃圾桶吗？那个地方还得动吗？下床吗？懂了吗？就这个是你可以放在被子上面。对，等会儿郭老师，你吃个瓜子儿就敢跟我聊《本草纲目》了？还有一点就是吴昕，你这个扯得太，你这是就不是无良商家呀？你这是，哎呦，你干什么？你还动手？怎么这样？哎呀，出血了！碰瓷了，碰瓷了！郭京飞，重点是你动手，重点他还要打回去。几岁啊？你们俩？他可以让你不下床啊，你不下床，你就没有这么多的动作，然后你就很容易很快的睡去，对吧？哦。你晚上有什么习惯吗？就是你睡前有什么习惯吗？我睡没什么习惯呀。擤擤鼻涕啊，哭一下什么的这种。睡前要哭？为什么睡前要哭？什么哭？他们是不是误会？你每天都是哭着睡觉的？什么意思？他在睡前哭泣？什么意思呀？你们？好，这是郭京飞的一个神器，海涛的这个来了。嗯。这就是我的美丽套组啊，上面一共有三样产品。首先我第一样产品啊，干我们这行呢就是欢声笑语陪伴着我们，有的时候笑着笑着就觉得脸皮有点下垂，怎么办呢？哎，问到点上了，怎么办呢？别担心，有神器在。你有了这个之后啊，怎么可以瘦脸呢？我好想回家，何老师，我不想要的，我知道这个。我
在家，我在家甩着这个，人脑上套着那个彭昱畅那球，我就在家。哎，有的时候啊，这个真的很难说。这说呀，可以的呀。那个是这样啊，这是一个笑容矫正器。有的时候我们笑不，女孩有的时候笑的笑不好看。笑不好看怎么看呢？我们可以矫正。口水也出来了。别担心，别担心，欣姐，你如果觉得刚刚那两样已经满足了你内心的需求，我们后面还有惊喜。干我们这行啊，脸垂完了之后，你觉得我脸是有多垂？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没办法完全的把你那种年轻貌美的，就是脸庞展现出来的时候，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扣不上，有些脸还是肿一下。欣姐，我出舞狮，你试一下这三样。哎，海涛这儿都淤血了，海涛的这个下巴，这下巴都紫了。是这样的，这个脸部可以提升，但是它有 bug， 它就是法令人、法令纹，你可能有的时候会。王老师，我真的快气吐了，我觉得这个整个外边搅的都疼。哇哇哇可以了，可以了，海涛，疼疼疼，看着脸都疼。是这样，我可能这么说你没觉得，我是把它摘下来的时候，你看我的脸，好吧？好，我们现在这样，你再等一会儿，你先选完了之后，因为现在得往上弄一会儿。还用选吗？好，我们祝贺郭京飞。啊，直接祝贺了。为什么？我必须选郭老师。好，这样，你们给个三二一，看我脸有什么变化，好吧？好，来，3、2。一，你刚才在干什么？他想用脸把它崩开，没成功。3、2、1，紫了，涛哥，紫了。不过好像真的有点用，是吧？他一直使劲是这样的，而且他还不敢笑，这个时候。好的，那么祝贺郭京飞。提醒您稍后看点，运动男生最有型，花样少年大展男友力。首先是这位运动员的出发姿势，朱真哥加油。我喜欢他这种全世界都是我的那种自信的微笑，这个游戏他就是胜利者。哎呦，整个世界不助跑哦。这比朱真的还好笑。我不会再在这个环节搞笑了，我受够了。这个时候是我最强的男性荷尔蒙。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们要感谢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组了，我们看到呢，娜娜已经加入了小哥哥队，来掌声给他们。星星加入了大哥哥队，来掌声给他们。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用男孩子的运动力来为我们女生提供一个福利。当然，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超级外援，这位呢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唯一的奥运的女子蹦床冠军娜娜何文娜，欢迎她。好，接下来我们请何文娜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下面这个考验是什么意思。首先何文娜展示她的起始动作，这个是奥运冠军啊，起始动作，哎呀，来出发出发出发，很轻松，好轻松，他像飞上去了一样。哇，太酷了！哇，那下面是这样的，勇气跳一跳。游戏规则：每轮美队派一人通过助跑成功跳到方块上，计算成功。嘉宾成绩由竞技分和颜值分组成，嘉宾可自选距离，距离越远竞技分越高，颜值分则由三位女生打出，最低零分，最高五分。那接下来小哥哥队和大哥哥队哪边先开始？小哥哥队先来。我小哥哥吧，我们年轻先走。那就我先来一个。好，海涛。现在这个是二的距离 对吧，这个可以自由控制的。对，哇，好帅啊海涛。哇，四分吗？你上来就要这么玩吗？好，涛涛挑战一分。涛涛，其实一分只要你能做到，如果颜值分够高的话，你是可以有很高的总分的。我就指着这颜值分呢。我懂。出发姿势，来，预备，开始。三、二、一，走，一走。海涛没有能够挑战成功，负分负分。我觉得第一次不能算，第一次应该算是给大家尝试了一下。我们再给海涛一次机会好不好？给的高，加油加油。OK， 刚才是海涛的第一次尝试，现在是他第二次尝试了。海涛的终极测试，他到底能不能拿到这一分的竞技分呢？出发 pose 非常可爱，三二一，走。灯断了，要站上去，我们假装没有看到你脚落地，要站上去。记住结束的姿势也很重要。好，辛苦了海涛。首先竞技分拿到了一分，接下来就是颜值分了。首先问一下娜娜，你给她打多少分？有负分吗？没有负分，最低零分。啊，那就零。零分是吧？吴昕，你觉得几分？零零。娜娜，何文娜。三分吧，剩下两分，加油！那就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海涛得分是零分。不是，你们三个的分数相加，那最后海涛总分拿到了四分。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大哥哥队派谁？我来吧。大哥哥队派出了文佳，加油加油！对对对，可以的。
ending pose 啊，他能细节控，旁边的垫子都要摆摆整齐，对，好，最后排的朋友把头发撩整齐一下，维嘉受不了乱，好吗？来，预备，三二一，走走。完成了，完成了。好，维嘉拿到了晋级分一分，接下来是他的颜值分。海涛拿了多少分？零分，我给他零分吧。嗯。那嘉哥怎么的得拿个一分左右。谢谢你的慷慨。嘉哥两分，那最后站上去了，然后举起来了，两分。你也给两分。好，温娜，你给多少分？我给五分。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嘉哥就是特别专业，他会去整那个垫子，像我们比赛前都会把那些就是绝对会有对你不利的条件的东西都做好。嘉哥的表情，接下来每个人都要去整一下垫子，然后就没拿五分就找你算账。所以他可以拿到九分的颜值分，十分了。所以维嘉一下子就甩了海涛六分。六分没多少，没多少。来，鹏鹏，你挑战一个。三分吗？三分可以。哇！来，颜值分多加几分。哎，哎，何老师啊，他在整理的时候还看一眼何文娜。对，这谁都注意到了。畅畅，那边没有整齐，你看那个细角。对。好了，不要给评委点头哈腰。请注意，彭昱畅尝试三分。出发姿势，开始，帅，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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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回来 ，ending pose，ending pose， 他的 ending pose 就是这个。各位，鹏鹏成为第一个没有晋级分的选手。但是人家整理垫子拿得到五分啊。好，我们来打颜值分。颜值分我是给到三分。给到三分。嗯，因为他可爱。欣欣你呢？哎，我给嘉哥两分。两分是吗？对。那我也两分，因为毕竟反弹回来也挺辛苦的，是真的垫子反弹回来。哎，等会儿你们这分都是怎么打的？这他没跳过已经超过我了，这分。我哎，我多费劲呢！刚才我在上面嘚瑟的时候，你有看到那回放吗？你跑过来的时候，哇，好壮观，一身都在抖，脸也在抖。海涛汹涌。好，来文娜打多少分给彭昱畅？搬了垫子的。这就要看哦，一模一样的搬垫子哦。学我，学我。3.5啊，这个搬垫怎么差那么多？这个搬垫子哪里搬得不好了？他给我信号了。哦，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记住了。下次的朋友们又要搬又不要看评委啊。所以呢，鹏鹏刚才是8.5分的。哦，就是没跳过就8.5。怎么了，朱珍？你有问题吗？谁在质疑裁判了吗？评委难道只教了我们搬垫子吗？他还教了我们很多。你上场了是吗？哎呀，超自信的。哎呀，带着精气神来了。这位运动员，你是从两分开始吗？两分。好，他垫子都不看呢。朱珍哥加油。首先是这位运动员的出发姿势，眼神。哇，就评委刚来来了，来来了。我采访一下，我采访一下，这个值不值得看回放？值得啊，我们要看。各位，我们看一下朱珍如何慢动作的跪倒在大家面前。
带着自信的表情盯着镜头，他来到了垫子前。对呀，还有镜头感，死死累。他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他不敢相信，他不敢相信，但是他必须要接受这一切。两眼炯炯有神，他跪下了，他跪下了。来，我们来访问一下我们三位脸疼的我们的评审。娜娜在擦着眼泪，朱桢、颜值分给几分？得到了我这里的最高分，五分。五分，为什么？因为首先他在整个跑的过程中死盯着镜头，完全没有离开过，甚至两眼已经出现对眼的情况。当他在整个人扑街的时候跪在镜头面前，眼神都没有动过，是对电视的渴望。吴昕，你要给朱桢打多少分？我给五分，我喜欢他这种全世界都是我的那种自信的微笑。他感觉这个游戏就是他是胜利者。来，文娜，2.5吧。为什么？因为他完全就忽视了那个方块，你知道吗？哦，我是参加什么比赛来着？我也忘了，不是展现自信的比赛吗？各位，我们三位女性评审终于有一个还有一丝理智，所以呢，最后我们朱桢拿到了12.5分的颜值分，哇，也就是目前的最高分。我来，好不好？好，我代表天麟。何老师。何老师挑战哪一个？2分。哇，可我是一个笨傻匠，笨傻笨领家。哎，何老师在胆战，这选手在打扫场地。何老师的起始动作开始。哇哇，好刻意。何老师跳的是2分，帅帅帅，要成功要成功，很专注，是来拿冠军的。还好还好，没给天灵丢脸。近几分，何老师获得了2分，目前最高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三位女评审对于她的颜值分是给出什么样的分数。5分。五分，星星再夸我几句。You what？ 真是太棒。星星。5分，我觉得有一点很厉害，就是你脸没有变形，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好，毕竟年轻紧实，年轻紧实。来，文娜，很棒，5分。哇！是17分。哇！ Yeah. 现在现场都出现了17分这样的分数。我连人一个零头都不如。没有没有没有，你们每一轮点评的时候我都觉得扎心。老铁。没有没有，因为你是第一个跳的，他们也在暖身。你是打榜，你是打榜的。这样这样没事，我觉得不公平。有的时候说实在的，有的时候海涛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误判，是不是？但是也没有，但是也没有办法。有办法，有办法。现在是这样的，就现在回想起来，有人想要给海涛再加分吗？嗯，没有，没有。哦，好嘞，好。OK， 好，那下面是郭京飞老师上场。哇！郭老师，我不会再在这个环节搞笑了，我受够了。
既然是体育，我告诉你，我认为对这个节目负责，就是这个时候展示我最强的男性荷尔蒙。我没有看评委，我没有看评委。上来就碎碎念，叨叨叨叨。哇！哦，郭京飞非常非常勇敢的挑战最高纪录6分。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自信吗？因为他疯了。因为他本身就叫郭京飞。我真的不会开玩笑。我知道，真的真的。其实是有人做到过的，那就是我。好。展示我最强的男性荷尔蒙，郭京飞来了。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郭京飞现在重新来挑战6分，加油！他说他不搞笑，真的没有在搞笑，但真的好好笑。郭京飞颜值分还没打，竞技分是0分。何文娜，你先打，没事。态度非常好，对，参赛度非常高，是，我给5分吧。5分。吴昕，你呢？4分。哇，你跟我们分数打得一模一样，真的假的？就是郭京飞脸上有一种太投入、太认真的表情啊，对，冠军的渴望是不是？男人专注不是很迷人吗？我妈这么说的。所以最后的分数是13分。好，下面有一个同学从这个游戏一开始就眉头紧锁。出发姿势。开始了，加油！小心小心！只差一点点。不是一天。我觉得你的压力有点大，因为你呢，你给自己的这个人设设定的就确实很帅，然后你没有用手去扶那个垫子，你知道吗？你总是觉得你自己可以站起来，这个时候把尊严扔开，抓住它。五，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跳3。这个时候把尊严扔开，把尊严扔开，走了。加油，加油！是帅的，是帅的。用手去扶那个垫子，抓住它。Oh no！ 好，我们把胡一天这个表演先打分。这种精神非常可取，不光是为自己的这个运动做到以后，还给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而且很巧妙的是，马上卡在评委要亮分的前夕。多少分？5分。要不这样吧，我跟星星们双手合个十，好吧？谢谢谢谢。好，我们一天也拿到了15分，那最后我们亮哥上场。亮哥，你想听听我们就是
搭档们给你的意见吗？想。自求多福，自求多福。我准备好了，来。首先是张亮的出发姿势，看一下。哇啊！走。嗯。亮哥好方啊！哎，我们试一下不助跑的，可以啊，好不好？好。所以不助跑是不可以的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提醒您稍后看点。谁知女生心，她的潜台词你懂吗？太强。回家一直被郭京飞耽误的，他永远遇到猪队友。睡前心仪的异性问道，睡了吗？心情会怎么样？来，海涛终结这道题吧。无心答道没，那个是对你。我给欣姐发，欣姐就没。前提是心仪的异性。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谁知我心？游戏规则：美轮美奂两人出战，音乐响起，在垫子上跳舞，争夺印有答字的垫子。30秒倒计时后，抢到选择正确答字垫子的嘉宾获得答题权。若答案正确，则所在队伍积一分。这一轮吴昕不能上啊！这轮吴昕不能上，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答字。不是，因为这一轮他是关键人物。接下来所有人要猜吴昕会说什么。第一轮派出张亮、郭京飞、吴一天、杜海涛，这不公平。杜海涛可懂吴昕了，啊，他不懂。那刚才送我那三样组，啊，来了，音乐。看一下，胡一天最早就抢了这个，信心满满。你手是挺长的，他也代表不了这一行。哇，你这拿的是个啥？海涛。对呀、啊。那亮哥这个怎么解释？
接下来我来出题了啊，大家排好队，亮哥站在第一个。这道题是这样的：睡前，心仪的异性给你发信息，问道：“睡了吗？”我，你会，好，主人公是吴昕啊，欣欣会怎么样？哎，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没有，你不要诅咒我。他还在那儿。来，亮哥，吴昕会怎样？吃什么？哎，这个也是 OK 的，就是表示说是不是要可以一起出去吃饭，对，直接跳过约不约这件事情，直接吃宵夜。就我是主动型的，在亮哥心里可能主动一点。我只能告诉你，状态非常对，但他不是这么答的。好，你不对啊，在旁边等。吴昕会怎么答？我觉得像欣姐这样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应该会反套路。就假装是自动回复，你好，我现在不在，一会儿我们再联系。我要是有这么多套路，我还等到现在，我就是因为没套路。来，海涛，终结这道题吧，好吗？异性问睡了吗？吴昕答道：没，没。那个是对你。我给欣姐发，欣姐就没。然后前提是心仪的异性，不是，海涛，你跟心仪的异性的差别不是在心不心仪，只是你在吴昕的眼中不算异性。郭丁飞，你问我，对，我问你啊， okay, 吴昕要睡觉之前，心仪的异性问他睡了吗？吴昕答道：爱过，爱过。爱过，爱过，爱过。吴昕不是走这个路线，不是，爱我。好，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这一题没有一个队能够得分。吴昕的回答是：异性问你睡了吗？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你活该，是不是活该？他现在单身啊？好，现在游戏升级，所有的垫子里面只有一个背后写了答字，所以要争抢起来了。好，下一题我们有请朱桢维嘉对腾鹏翟天临，准备，音乐，跳起来。开枪，开枪，没有从天灵手上抢走，所以是天灵来。我想问一下朱桢，你藏那么一个并没有答字的垫子是迷惑的？像混淆视听。哦，混淆。但是小吗？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谢娜的恋人惹她生气，然后不停地给她道歉。这时候谢娜突然说道：你怎么一点脾气都没有？你试试看骂我。嗯，谢娜的内心其实是想要对方做什么。好，来，翟天临，他想直接让对方把他给放倒。好，到后面排队来。不对了，但翟天临很有天赋，你可以改名叫翟天赋。这
呢？非常接近。来，佳佳，佳佳最懂娜娜的人，快来。因为我觉得娜娜这一类的女生是比较热情的，所以在争吵的时候不喜欢冷战，如果是对方是就是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她是最烦的，会抓狂，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在他们争吵的时候，娜娜最需要对方的是一个拥抱，是一个拥抱。好，下一个，再问下一个。分析这么久，佳妍错了，已经错了。结果我知道了，娜姐，我知道了，我觉得这次应该是反方走。啊，就是你怎么这么没脾气？对方应该是啪，我错。又来。好，来，哎，从刚才比较接近到已经到了一个极端了，远到不行。鹏鹏最有希望，鹏鹏，你转账，发红包，转账，发红包。哇，很想改答案是不是？哇，哎，我怎么没？这是我的答案呀。对呀，这其实才是你的答案，但他你刚才跟我说的不是这个。哎呀，还有这个答案忘掉。我说实话，那只是你开玩笑的想法，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你刚才第一时间跟我说的，其实你们刚才有人对了，有人对了，我将走向你，正确的那个人。你让一下。鹏鹏，不愧是你跟何老师在一起待这么久，你还是多多少少了解我一些啊。让一下。恭喜你回答正确。哇，刚才嘉哥说他只是要一个拥抱的时候，我当时我就看向娜娜，娜娜很聪明，就说再听听别人答案，他说好，下一个，我本来已经要宣布你对了。下一轮每队再派两个人，这一题的主角是郭老师，来，亮亮跟朱珍来一局。娜娜，你们这边派？这边胡一天和翟天临。舞蹈。给朱珍，你压在他身上就好了，压紧一点。无底抽薪。亮亮赢了，张亮赢了，好，下一题很精彩，郭京飞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请注意，非常有指导意义。你发现女朋友在看你的手机，郭京辉。著名节目主持人何炅，哎，你们没听到那个妃子吗？我说郭京飞会，简称郭京会。被看到手机的一瞬间，灰飞烟灭。好，来，郭京飞会看到女朋友在看他的手机，他会怎么做？有个好莱坞的大制作要找我，现在立刻就要去谈这个事情，然后把手机拿过来。假装有工作，对，马上把手机拿回来。好，来，回天，肯定不对。下到吃手熟，
吓到吃手手。啊，他会吓到吃手手，也不对。好，来，亮哥，又到你。我觉得金飞哥这么正直的人一定不怕查，随便看，随便看，所以不管，不管，没事儿。好，也不对。来，天灵，我每次都很期待天灵的答案，因为天灵看的影视作品跟我们不一样。他会两种可能，我了解。你只能说一个，猜一个更可能的。我先说一个，你不要堵朱桢的路，对。他会直接抢下来手机，然后把那手机吃下去，吃下去。Yeah. 明白了，就跟那个有的证据一赶快吞掉一样。演员的那个想象力都比较丰富，有点接近。来，朱桢，他应该是这么说。其实他是个男的。好，他是个男的。对，就马上开始解释。啊，对，就直接进去。你们不打自招了吗？其实他是个男的。那个人叫娜娜，人说这是个男的。啊，也不对，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我马上就要请郭京飞来公布正确答案了。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你来。通过我对你的了解，所谓狡兔三窟。这个手机上都是有密码的，他看到了之后他应该很淡定，为什么呢？会说手机坏了，你看我也打不开，对，他的指纹他也打不开，他老婆也打不开，因为他用的是脚趾的指纹。郭京飞是有多少秘密，每次弄手机都要脱鞋。再见到人开机了。脚趾的指纹真的可以。可以，肯定可以。你想干嘛？你知道为什么可以吗？因为翟天临就这么用的。解锁新技能了。平时都穿凉鞋。好了，我们来听听看郭京飞老师的正确答案。我会和我的太太一起看。万一发现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解释。好，最后一题关于胡一天了啊，胡一天你要过来休息。好，那就唱唱和涛涛吧，好不好？预备，转身，跳起来。绝对是被郭京飞耽误的，他永远遇到猪队友。佳佳很早就被抢走了，一直告诉郭京飞被抢走，郭京飞一直压着被抢，保护你了，我把你保护得好好的。郭京飞没谁了，真的是，是不是？压着我以后呢，就把我的手这样怼着。
我就摁不住那个枕头，活生生的看着畅畅就把他抢走，然后我就是走了走了走了，越压越紧。不是，我解释一下，杜海涛在我身上，而且这一轮我真的不知道杜海涛也上来了，我一直在注意力跳舞。我爬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在数底下少了谁。我杜海涛在我身上真的像一座山一样。别说你们俩了，来五个我照样压。好，请注意这道提示，女朋友跟你吵架，她让你走，像胡一天，他会怎么做？一把抱住女孩子。Cool。不是鹏鹏，你在抄袭嘉哥哥。你有没有觉得曾经出过这么一道题，同样的答案？我跟你说，鹏鹏，你现在思维方式完全方向不对。好，胡一天不是这种个性的人。那就是，待会儿想想。下一个，下一个，这样吧，可怜的维嘉，好不好？这个里面的最可怜的一个受害者。没缓过来。我觉得你胡一天的个性，胡一天会说不送吗？不送吗 ？You what？ 会说好嘞。来，海涛来，海涛来。女孩跟胡一天吵架，女孩说：“你给我走。”胡一天会。这是我家，要走你走。我内心想的，他就是这么高是吧？应该就是。哇！公主抱。对。别让我走了。公主抱，然后把女方摇散。我觉得他的性格应该不太会，就是太多的表达，但是都在他的。我知道，他就把女孩抱起来，然后女孩有恐高症晕过去了。好，鹏鹏又到你了，就不走。好，接近他为什么不走？他用什么理由不走？再想想看，他什么理由不走？手机没拿。谁说的手机？哪个女生说的手机？你是胡一天肚子里的蛔虫吗？有跟手机有关系，但不是手机没拿。我手机在充电。不对，比这个还要幼稚。我手机找不着，不知道放哪儿了。我玩完这一局再走。不对，我的手机在你那儿。不对，与手机无关了，对吧？与手机有关。刚说完有宇宙手机有关。来来来来来，公布正确答案。我跟胡一天演一下，我还跟你分手，你给我走。准备点开某打车软件，然而我把它卸载了，告诉你我现在走不了。明白吗？他把那个打车软件就是假装是摁开，但是实际长按给它消掉。但是这个女生说，杜师傅送她走一趟。哎呀，走嘞。好了，好，谢谢大家，来掌声。那么最后是大哥哥队又赢了这一局，祝贺大哥哥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能够得到快乐。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温暖有你呢，我们将要以我们大哥哥队的名义为湖南省兴化县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送去生活必需品。温暖有你，快乐出发，大本营的爱心传递之旅一直在继续。这次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娄底市兴化县社会福利院，为这里的孩子们送去了奶粉和课外书籍。给孩子们送去营养的同时，也希望孩子们能通过博览群书丰富自己的知识。相信有社会这个大家庭的关爱，这些小天使们会更加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快手
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下期看点：马栏山运动会又要开始了，各路人马强势集结，程潇、王一博，我们是特别年轻的倚老卖老队。欢迎我们的国际裁判团出场。新的话了，太可爱了。为夺萌娃心，他们齐招进出。这里有一个同学在拉拢评委，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大柴犬。狭路相逢，他们热辣尬舞斗不停。看看看，哎，这个很简单哎，我试试。别摔了。不服，那就来 battle。火药味升级，他们针锋相对。啊，我们四个人一个组合。我现在是快乐家族，早就不想跟他们一对了。范丞丞，你要记住，我是你老师。今天算是公报私仇。晨晨练习不够，陈潇练习不够，记仇。不要说全新板块，不要说唱，惊喜上线，自创曲神作大赛，所有的歌曲都是基于生活的点滴来作词，应援口号，微信的群聊变成一首歌。未发表自创神曲，他们颠覆形象。大太阳，小太阳，不能改副歌啊，副歌的歌词是我写的。王星纯他来过。究竟谁的创作更胜一筹？好，以上呢是我们 vivo 冠名的快乐大饼的全部内容，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来宾的作品，好不好？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和你好漂亮的节目的大力支持。好，跟大家分享，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官方账号已经入驻了快手短视频专区，大家可以在里面分享到很多很有趣很好玩的短视频，希望大家多多去我们的快手短视频专区支持我们哟。谢谢。好，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更要看快乐大本营，关注快手哟。祝大家天天开心，我们下期再见啦。再见，谢谢大家。